吼，啊，咱会将咱处理的经验，吼，甲大家来交换一个意见，啊，而咱这个消费者，吼，政府强调的，吼，的规定，商人呢，会当来，吼，申请签约以后，讲政府呢，即你咱用消费者政府，强调的第三条有规定，讲政府人呢。好，我都倾向这五，或者是五种，哎，我能倾向几五呢？好，就是有这个可能呢。好啊，来当按照咱这个调的，好，好，有关这个定薪还是轻松的定数呢，来轻易的这五。你这个标准，咱来当看是公，你来一种申请办这个卡债债务的清理呢，和伊的条件并不太严格，叫你先来去，好，或者从啊，你实际上边啊有先来去的可能，安尼呢，你就符合条件，无其他呢较严格一寡条件，好，当然，这种案件嘛，从上面方面的处理，好，应该行完整的这个程序，最后行到尾，到这个一种清理的事务呢，拢有一个一种大的。好、哦，啊，这当然，但是还有花时间啊。这有符合这条件，无符合这条件呢？其实这条件是足简单的，足单纯，袂用听我讲的。好、哦，就是这这五人呢，有先入去的可能，安尼就使啊。啊，能讲的，可能几十几万的这个卡住这五人呢，好、哦，你加上唔得去报数据，好、哦，因为伊嘛去上班，好、哦、啊，大概会，好、哦，就分入来扣伊三分之一的薪水。靠三分之一的薪水，最上嘛是应该吼，咱欠钱吼，该还嘛是拢爱还。但是呢，吼、哦，伊后壁一个真严重的问题就是讲，你若是卡在这附近的通常，你靠三分之一的薪水呢，拢无够人来还这利息。也是讲，啊、哦，你何况你该靠薪水呢？啊、哦，你这户不但无工资靠你少，而且讲是你靠你少，所以你真正向下呢？哦，即系即五年，你咪是上班族，哦，大哥领过人薪水，阿王靠三分之一，不过即五是愈考愈悬，我相信有法度去继续做落去，这种吼，下头工呢，至少，吼、哦，啊，必须说讲即系种卡住即五年，无人拜托头家吼，啊，无帮问题不是最后咱要证明一下吼，嘿，你好，哎，你好，你讲大事啊，嘿，对。嘿，我想说，我开法会的地点是哪里呢？你讲什么呀？高雄的呀。嘿嘿，你讲什么的时间？我想开会，要是加班，开会要监管地点在哪里？开会，我听不太清楚呢。你是什么时间呐？地方法会的地点嘛。哦，地点是不？地点是你讲的啦。你高雄市哈新民区民生一路247号，您讲国语好不好？哦，国语啊，好、哦，高雄市新兴区民生一路247号三楼，什么路？民生一路。啊，民生一路。民主民权民生的民生，好，安尼听好啦吼。民生一路哈。民生一路，哎。叫什么路叫八段？跟复兴路口，复兴一路，复兴一路啦，嘿，复兴二路，嘿，嘿，阿张哥，你好，准备？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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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谢。各位观众朋友哈，咱用台语来播出咱这个节目呢，是因为哈，好，根据统计呢，咱台湾有70%的人呢听有台语。好、哦，所以呢，咱为着讲，和较侪人较容易呢来收看咱这节目呢，所以咱这节目用这个闽南语啊，就是台语哈，啊，买单讲也做好好话啦哈，来播出咱这个节目。当然，观众朋友，你若问问题，啊，你较适应迄种国语呢，吼、哦、啊，答提醒一下，啊，我会用国语来甲你回答，吼、哦、啊，但是你若讲用客语哦，开始我就晓啦，吼、哦。啊，咱主要就讲，反正你若问题，咱遮乐意吼，会当替咱来解决咱的问题吼，好多问题吼，咱常常去拄着，日常中去拄着好多问题吼，咱会当解决的问题时间不太济啦。当然，你若讲平时关心吼，咱都犯罪啊，吼啊，中间过吼，有可能人破了来就关呢。
在这种关系上嘛是解决问题啦，吼、哦，但是讲恁比较完成，然后你就看恁来一种吼，去复兴，吼、去感觉，吼、这拢是一个问题，但是毕竟呢，吼、但是目前不是解决，他解决了，吼、一年了，但是未解决啦，所以吼，咱就再讲吼，好多问题呢，吼、并无讲讲要啷解决，甚至吼，恁所讲的讲啊，当你签这个合约吼。签契约了吼，啊，就是不从哪里咁来啊？恁签契约了吼，就是说到你从这契约都消不掉啦，哦。恁所有契约吼，就是人讲啊，这相对的契约，就是讲吼，恁签契约两方吼，大家拢有义务，啊，当然相。